追了沈周白十年，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。我放弃了他，跟喜欢我的周延川在一起了。周延川在全城燃放了一晚烟花，买下小岛给我求婚。可结婚前夕，他却失踪了。我找到他时，听到他跟人嗤笑：“我就是故意恶心沈周白才追的。”许清寒，追到手了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但我又不甘心，所以逃个婚让他丢脸，不好玩吗？ 于是我先逃了婚，之后的事更是让他沦为全城的笑柄。结婚前一个月，周延川失踪了，我找遍了全城都没找到他。他消失的第七天，我收到消息说他出现在了沪市，我连夜飞了过去。在一艘轮船上，我终于见到了他。要敲门进去时，听到了他的嗤笑声。我就是故意恶心沈周白才追的许清寒。 追到手了，反而觉得没意思了。我顿住了脚步，他不像是喝醉的样子，反而很清醒，所以很过分的话从他嘴里说了出来，而且尝过他的滋味后，就觉得挺无趣的。周围响起一阵暧昧的笑声，还得是周爷拿下了高岭之花呀。周延川似乎很享受这种恭维，继续说道：“别看他之前追沈周白豁出了命一样，但是纯的不行。” 可惜了，可惜什么？周延川缓缓吐出一口烟，可惜呀、啊，我虽然是他第一个男人，但不是他第一个喜欢的男人。他喜欢沈周白十年，谁知道他的心疼干净没有？要不是跟沈周白是死对头，想着追到许清寒去膈应他，我也不至于表演什么默默守护的深情男人戏码。有人打趣，人到手谈了三年了，周爷怎么现在开始感叹了？ 周延川一脸烦躁，冷着声音，就因为追了他那么久，所以才觉得不甘心。人群里有人继续说：“听说他到处找你，都快疯了。你消失了这么多天，没事吗？”周延川吸了一口烟，吐出一阵烟雾，嗤笑：“逃个婚让他丢脸，不好玩吗？”我从他的表情里没有看到一丝愧疚、怜惜和爱意，而是大仇得报，而是终于等到今天。 指尖陷进掌心，心脏像是被人用针扎一样，痛到窒息。我一直以为周延川会是我的救赎和终点，我也确保了我对他的感情不是感动，而是喜欢后才答应的他。那天，他高兴地燃放了一层烟花。在一起三年后，他用我的名字买下了一个小岛，跟我求婚。天空中放满了孔明灯，我以为这是爱，是浪漫。 没想到，却是他为了报复沈周白而做的戏。原来那十多年的深情和帮助都是演的吗？恍惚间，我想起了一些往事。我十二岁从南方小镇被接回许家，局促不安，自卑怯弱。当年沈周白只是替我挡住了霸凌，我就无药可救爱上了他，追他追到尽人皆知，可他却对我厌恶至极。后来我终于觉得没意思透了。 我放弃了他，看到了一直默默守护我的周延川。那晚下着很大的雨，他一直给我撑着伞。他说：“许清寒，我不求你能看到我，我只求你能从此自由随心。”多可笑啊！我把心扫干净了，迎接周延川的到来。在我一步步沦陷在他的温柔里，在我开始幻想和他的甜蜜未来时。 没想到，却是给了他一个朝我心上凌迟的机会。一刀一刀，鲜血淋漓，鼻尖酸涩上涌，眼睛里是控制不住的疼痛。一滴泪落下，被我迅速擦干。里面的声音还在继续，都是为他出主意，报复一个女人，那自然是让他在最幸福的时候狠狠跌落深渊，不是更有意思？对，所以周少，你应该回去。 你要回去陪他挑婚纱，你要陪他一起送请帖，你要表现得神不知鬼不觉，然后在婚礼那天留下他一个人难堪。我敢打赌，许清寒一定会疯的。全是恶心的笑，我忍住反胃，等待着周延川的回复。我多想从他嘴里听到“别开玩笑了，我是爱许清寒的”，或者是这样做对女孩子来说太过火了。可沉默了半晌。 我却听到了周延川沉着声音答应：“嗯，这个想法不错，就这么着吧。”无边的愤怒压得我快要窒息了。我扯出一个惨淡的笑，可眼泪还是肆无忌惮地落下。周延川，你想完事吗？那我就陪你演戏。我也很想看到婚礼那天，你发现我逃婚的时候，又会是什么样的表情。我抹掉了去护士的踪迹，回到和周延川的婚房。 我把他这些年来送我的礼物拿出来，一个个剪坏。真奇怪，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想，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眼泪流下？我曾经听到过一句话：失恋就像是得了一场风湿病，白天晴朗没什么事，可是晚上阴湿入骨，疼得钻心。或许这只是我的戒断反应而已。我起身，把那件定做的婚纱平铺在地上。 面无表情的用剪刀划下一道撕裂的口。我要提醒自己，感情也是这样，一旦出现裂痕，如何修补都不可能回到最初。收拾好一切，我把这些东西放到了书房。周延川很少进去。躺在床上没睡意，看短视频的时候刷到了一个可能认识的人的推送，名字叫“爱阿言的我呀”。鬼使神差的，我点了进去。 是一个女生暗恋一个男生的记录，最新一条，她的定位是在护士。配文：喜欢十年的男人，下个月就要结婚了，我想鼓起勇气告白，替我加油吧。在她的配图里，我看到了一只熟悉的手，无名指上还带着婚戒，那是周延川。我没等来周延川的消息，却接到了沈周白的电话。你猜我在护士遇到了谁？沈周白。 我不关心，别换着号码给我打电话了。我要挂掉时，听到他压抑在嗓音底下的得意。许清寒，周延川为什么消失这么久？难道你还不清楚吗？他不想跟你结婚，他介意你追过我，他不过是为了报复我才故意接近你，他根本不是值得托付的人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已经有点不耐烦了。 许清寒，至少我身边除了你喜欢过我十年外，没有其他女孩。我坐起身来，提高了声音：“沈周白，你是故意的，对吗？五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这么热衷于挑拨我跟他之间的关系。但我告诉你，无论怎么样，这都是我的选择，我愿赌服输，绝不回头。”沈周白沉默了一瞬，答非所问：“发了你一个东西，你会感兴趣的。”挂掉电话后。 我收到了一个视频，昏暗的光线下，一个女孩和周延川面对面站在一起，她吐出一口烟圈，神情一如既往的散漫。在起哄声中，这个女生踮起脚尖吻上了他的唇，而他并没有躲开。视频到这里结束，我打开女孩的社交账号，已经更新了动态，怎么不算成功呢？配图是两个人的接吻照，我恶心的想吐。 跑到卫生间，抱住马桶干呕了很久，才想起来我已经一天没吃饭了，能吐出什么东西来？此刻胃痛的我忍不住痉挛，我强撑着痛感睡到了床上，蜷缩成一团。突然想起刚和周延川确定关系时，我半夜想看山顶的星星，他一句话没问，纵容我的小任性，连夜开车把我送到了山顶。半夜微凉，他轻轻抱着我。 体温传到我身上，他俯身小心翼翼问：“月色这么美，许清寒，我可以吻你吗？”终究是回不去了。迷迷糊糊睡到半夜，客厅传来动静，我冷汗直冒，没有力气起身。下一秒，卧室的灯开了，刺眼的光芒让我睁不开眼睛。我听到了周延川着急的声音：“青青，你怎么了？”早上七点，我在医院醒来。 看到周延川握着我的手，一脸憔悴，看起来像是守了我一晚。他起身给我倒水，我不在，你就这么糟蹋自己的身子。你胃一向不好，这是不要命了啊！他质问我。你看多可笑！找他的这一周，我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，瘦了五斤。我一直以为是不是周延川在生意场上得罪了人，被人给绑了，担惊受怕，每晚睡不着。 泪湿了枕头，可他却心安理得的在别的地方潇洒，还和小姑娘接吻，不说话。周延川眼里含着笑，捏了捏我的脸，知道我会惩罚你是吧？好了，起来吃点东西，老公回去给你熬的粥。一宿没睡，他就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扶我起来，拿着勺子一口一口喂我。有几次，我很想开口问他，周延川演戏。 你累吗？或者跟他说，周延川，我听到你们的谈话了。你要不想结婚，我们马上可以取消婚礼，反正也没领证。可还是强忍着咽了下去。我也很想知道，明明爱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对我？就因为我曾经喜欢过别人，我就不配得到爱了吗？乖乖，你哭什么？他放下碗，手忙脚乱的帮我擦眼泪。我错了，老公错了，好不好？ 我垂眸，缓缓闭上眼睛，却落入了周延川的怀抱里。他轻抚着我的后背，开始解释：“宝贝，对不起，让你担心了。我只是有点太激动了，知道要娶你，一时间不敢相信，我怕是梦，所以想让自己清醒一下。抱歉，没有提前告诉你，你会原谅我吗？”撒谎。 还有二十天，我们就要结婚了。这段时间我都会在家好好陪你，让你做我最美的新娘，好吗？可是周延川，我们没有以后了。他用指腹擦掉我脸颊上的眼泪，那双桃花眼盯着你时，会让你觉得他是如此的深情。我出去抽根烟，等会儿我们出院。周延川或许是对我太放心了，又或许也不怕我会多想。 毕竟他现在不过是在履行他哥们说的话，表演深情罢了。所以，我拿起了他一直有消息弹出来的手机，密码是我的生日，我一直都知道，但是我从来没查过。打开手机，名字是一朵桃花的女生发来了很多消息，是昨天加上的。阿言哥哥这么晚回来，要早点回去休息啊。我听说阿言哥哥要结婚了，可以发我一张请帖吗？ 我也想沾沾喜气。我下飞机看到你一直捂着肚子，是不舒服吗？我连夜给你炖了小米粥，养胃的。快夸我棒！前面的他都没有回复，只有这一条。他回送到这个地址来。我侧头看了看桌上粉红色的保温盒，又开始反胃了。后面女生还在发，你生病了，要不要紧呢？我就在医院陪着你好不好？粥喝完了我再去熬。 阿言哥哥要注意身体，坐大厅里一宿，腿都麻了。生理期肚子好难受。我关掉手机，把消息设置成未读，然后翻身下床。在大厅里，我果然看到了周延川，以及昨天那个小姑娘。隔着人群，我静静看着他们有说有笑。女孩手舞足蹈，马尾辫一跳一跳。不知道说到什么，她撅了撅嘴，摸了摸肚子。 而周延川伸手揉了揉他的头发，有一瞬间，我觉得自己像是偷窥别人的小三。从昨晚的接吻到今天的揉头发，看来周延川挺喜欢他的。也对，谁不喜欢默默对自己好，不求回报，还满心满眼都是他的人呢？我自嘲地笑了笑，转身走到拐角，却看到了沈周白。他从阴影里走出来。 目光阴鸷看着周延川的方向，这就是你给我选的对手。我直视他，别自作多情。许清寒，为什么当初不追我了？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。我追了他十年，还不够吗？自从我不追他了，他反而经常来刷存在感了。他或许根本也不是喜欢我，他跟周延川一样，只是不甘心作祟而已。就这样，你还要结婚吗？沈周白问我。 我扯了扯唇，管好你自己。对你，我早就放弃了。我真的真的不想见到你，擦身而过。沈周白问：“就算是他有了别人，你也没关系吗？”有关系的。我压了压心脏的位置，有些痛，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好的。还有二十天，许清寒，忍忍。和周延川回家的路上，我告诉他那件定做的婚纱被我不小心弄坏了。 这是不是在预示着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啊？我静静观察着他的表情，只是微微皱了一下眉，他就转过头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和以往一样温柔的笑。那我们明天重新看婚纱好不好？那件婚纱定做了半年，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设计的，独一无二的，一周前才送回来。我上身很好看，周延川刚好失踪，没看我穿过。我不想要了，遗憾吗？ 我不遗憾，周延川要完不是吗？这才刚开始。第二天重新挑选婚纱，成品婚纱当然是怎么都不太合身的。我故意让周延川陪我选了一天，都没选到合适的。回去的路上，我叹气，好可惜，都怪我不小心。周延川笑了笑，没事的，慢慢来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周延川，婚纱坏了，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？ 猛然一个刹车，我被惯性带着往前，撞在了周延川的手上。他护住了我，没事吧？我摇头，假装问怎么了。我开玩笑的。他死死捏紧我的手，一把抱住我，宝贝，我经不起你这个玩笑的。你不知道我等今天等了多久，是吗？可是周延川，这不是你们商量好的吗？陪我挑婚纱。 陪我写请帖，陪我一起制造幸福的回忆，然后再狠狠插我一刀。我不过是在帮你制造机会啊，你在怕什么？晚上回去，门刚关上，还没来得及脱鞋子，周延川就抱住我，抵在玄关的柜子上，滚烫的身躯拥紧我，铺天盖地的吻落下，急切的想要发泄情绪。我躲掉了，轻轻推开他。周延川，我难受，不想做。 箭在弦上，被我扫兴的话一刺激，他身子僵了僵，像是努力要在我脸上看到什么。半晌，他叹气，抱住我，手温柔的放在我肚子上，轻柔：“胃还在痛吗？”我没点头，也没摇头。他的吻落在了我的发上：“你先坐会儿，我洗个澡出来给你做饭。”手机就在旁边闪了又闪，我解锁，看到了那个女生的信息：“阿言哥哥。” 我的请帖还没收到，乖巧。JPG。对了，周阿姨让我明天去你公司一趟。我简历通过了，我真棒，希望一切顺利。这样我可以天天看到你了，还可以帮你送午餐，我亲手做的哦。我轻轻放了回去，然后打开了我的备婚日记，写下婚礼倒计时十九天。今天和阿言去挑了婚纱，真可惜啊，没有一件合身的。可能因为最近找他瘦了太多的原因。 可是没关系呀、啊，一想到即将成为他的新娘，真开心也。他也跟我一样的，是吗？往上翻，我补写了这段时间发生的小事。婚礼倒计时三十天，阿言失踪了，我找不到他。我用平板反复看着我们的婚礼现场策划，哭了一夜，眼睛都肿了。婚礼倒计时二十天，阿言回来了，我太不争气了，是我逼他太紧，让他婚前恐惧了吗？是我的错。 我不该这样的，我只是太爱他了。这些会是我日后送给他最杀人诛心的礼物。婚纱最后是周延川订的，他说这次就先将就，已经重金托大师重新定制了新的婚纱，等我们在小岛上办婚礼时再穿。哦，那个岛是周延川跟我求婚时买下，用我的名字命名的，多讽刺！当初求婚时说终于得偿所愿的人是他。 如今快结婚时想逃婚让我难堪的人也是他，周延川，你告诉我，这个世界上求一颗真心就这么难吗？我又看到了那个女孩的动态更新，工作顺利解决，阿言哥哥留我在身边了，离男神又近了一步，嘻嘻。配图是偷拍的周延川开会的照片，我全部都截了图，并写下婚礼倒计时十七天，海上月是天上月。 眼前人是心上人，可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诗的下一句是“向来心事看客心，奈何人是剧中人”。不过一场镜花水月的梦，我偏要为他编织一场幸福的梦，然后让他狠狠跌落深渊。所以最近一个星期，我让周延川陪我做了很多事。婚礼的细节，这次我全程都没有参与，我让周延川自己去跟策划公司对接。 我要让他了解里面的每一个环节，哪怕是最小的一束花，也要让他知道来自哪里。我让他对所有的流程精确到每分钟要做什么事情，都要他比我更清楚。他抱着我撒娇：“老婆，娶你真的是一项大工程。”我笑开：“周延川，这么大的工程，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，你不会那天逃婚吧？”他静默了一下，没说话。良久，他抱紧我。 老婆，我怎么可能逃婚呢？我爱死了你，可爱死了我的他，还是在他们哥们群里发办婚礼真费神，所以逃婚的时候才更爽，不是吗？留下一个烂摊子，让所有亲近的人丢脸，这就是周延川想要的报复。我没说话，拉着他写请帖。其实请帖早就已经发了出去，我提议给最亲近的朋友再发一次，他亲自提笔。 我亲手浇筑，我让他写下“日出有盼，日落有念，所欲皆甜”，笑着对他说：“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他没应我，因为我看到他在发消息给那个女孩：“请帖明天给你。”女孩发了一个开心的表情。我也写下：“婚礼倒计时八天，会等到圆满的结局吗？”当然不会。婚礼前六天，那个女生又更新了：“我想把第一次送给她。” 我就没有遗憾了。配图是一张酒店的卡。此刻，周延川正在厨房做饭，我听到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接起来，神色变了变，余光看向我。我就坐在客厅里，微笑着静静望着他。他关掉了火，走到阳台去。等出来时，他已经在解围裙了。公司有点事儿，饭我都做好了，你先吃，我一会儿回来。我笑了笑，问他：“你这么着急？” 不会是要去跟谁约会吧？周延川眼神闪躲了一下，马上捏了捏我的脸，说什么呢？真的有急事？他又撒谎了。我拉住他的衣袖，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你能不能别走？哪里不舒服？周延川摸了摸我的脸，我指了指心口的位置，这里。他坏笑，在我额头上亲吻，小骗子，别闹了，我去去就回，今晚早点回来陪你。 还是要走啊！我这段时间都没让他碰，肯定很着急吧？等他出了门，我悄悄跟在他身后。平时那么谨慎一个人，是会有多心急，才没发现一直跟在身后的我？停车也没停好，连车锁都忘记关了。我在外面等着等着，等到了凌晨十二点，周延川都没有出来。周延川回来时，我假装已经睡着。 听到浴室里哗啦啦的洗澡水声，只觉得烦躁，心口堵着一团气，闷得慌。一会儿，身边的床榻深陷，我已经被他拥在了怀里。我挣扎，别动，我想抱抱你。他亲吻我的头发，仿佛今天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可是，一想到他的身体可能残留着其他女人的香水，我就恶心的想吐。我紧紧捏着床单，努力掩饰自己的情绪。 却还是忍不住一口咬在他的肩膀上，我太难受了，我太需要发泄了，不然我怕我会疯掉。周延川吃痛问道：“老婆，你怎么了？”直到尝到了血腥味，我才松口。他坐起身来，看着一脸惨白的我，心疼不已：“你到底怎么了？这段时间我就觉得你怪怪的，但又说不清为什么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告诉老公。”嗯。 看着他这张令人作呕的脸，我缓了缓，没事，结婚前压力有点大，害怕出差错。他抱住我，重新躺下，低缓温柔的嗓音响在我的耳旁：“有什么我都陪着你，看你难受，我比谁都心痛。”我没说话，他继续开口：“宝贝，你说我们结婚后的生活会是怎么样的？不知道，因为我们不会结婚。” 他轻笑，我以前做梦都在想能和你有以后，所以得到了就不珍惜，是吗？我想你穿着围裙在厨房里做早餐，清晨的阳光洒在了你的脸颊，肯定很美。我想你生两个孩子，一个像你，一个像我，是爱情的结晶，他们肯定会长得很好。我想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都能看到你的身影，老婆，你问我会不会逃婚？ 我怎么可能逃婚呢？我想一辈子跟你在一起，毕竟是我亲手追到的呀。周延川，别演的连自己都骗了。婚礼前三天，我没想过这个叫陶蕊的女孩会来找我。见到她时，我终于想起来她是谁了。她是周延川家资助过的一个女孩，女孩挺争气的，从小村镇考到了大城市，也暗暗对周延川许下了芳心。 也是懵懂的年纪遇到了帅气有钱遥不可及的男人，这个男人还拯救他于水火，谁会不喜欢？姐姐，你喜欢过别人十年，我却只喜欢周延川十年，所以姐姐不要霸占他了，好不好？他眉眼俏丽，微笑看着我，我却没感觉到一丝温度。姐姐应该看到我发的东西了吧？他知道我看过他的社交账号，所以他又笑了起来。 姐姐也该知道我们接吻、上床，知道我们惺惺相惜，都是暗恋那方。我跟阿言哥哥才更配，不是吗？心里像是压着一块大石头，闷得我有些喘不过气起来。他却十足挑衅。女人结婚都喜欢选择她喜欢自己比自己喜欢她多一点的人。你觉得他真的相信你那十年爱着别人，又能轻易的爱上他吗？你跟他不过堪堪五年吧。 周延川连这些都跟他说，是不追沈周白后，我以朋友的身份跟周延川接触了两年，后来确认了心意才在一起三年。我垂眸笑了笑，你如果这么有自信认定他会跟你在一起，那么你就不会来找我了。陶蕊脸色一白，马上反击，只是时间问题，不是吗？就跟你一样，你选择了暗恋的他，那么风水轮流转。 他也一定会看到卑微爱着他的我，因为他在我的身上看到曾经的自己，他会同情和怜悯。只要他对我有好奇，我就有赢的胜算。在感情里身居高位的你是理解不了的。掌心已经被指甲掐出了点点红痕，想到周延川，我那颗心又像是被谁捏在手里，一阵尖锐的疼痛。我压住喉间上涌的血腥，起身看着他，一字一句。 别急啊，妹妹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你这个暗恋者的位置才该要好好把握，因为一旦上位，白月光就会成为白米粒，朱砂痣也会熬成蚊子血。我靠在车边，深呼吸，却还是难消那种压在心底的烦闷。心脏处的钝痛变成了一柄刀在翻搅，痛得我的手都在微微颤抖。我捂住心口，死死忍住眼底的酸涩。 不，许清寒不是现在。周延川已经对我产生了愧疚，快结束了。这段时间，我还带他去了我们无数个第一次的地方拍照。我给他交代了一个任务，让他做成相册，代表我们走过的岁月。我告诉他，这就是我们以后美好的回忆。他在做的时候，每写下一个地点，就会停顿很久。我知道他在怀念。报复我是真。 可那些感受不是假的，我就是要利用他这些愧疚，变成刺向他的利剑，痛吗？我比他更痛，因为那些时光，我的爱里没有掺杂一丝杂质。可我也没有输，因为我爱得起，我也放得下，只是看错了人而已。回神时，眼前却多了一瓶水。我抬头，沈周白站在阳光下，我都看到了。他说。 就算是这样，你都还是要结婚吗？我没有接他的水，他问，后悔吗？爱过的都是经历，我不后悔。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？他小心翼翼看着我，我都快被气笑了。男人都是这样的吗？你巴巴捧着一颗心给他们的时候，他们不屑一顾；当你收回了那些明晃晃的偏爱，他们又都上赶着来告诉你他们爱你。沈周白。 我说过无数次了，我对你没有感觉了，哪怕我最后跟周延川散了，我都不会选择你。为什么？在这个圈子里，我们各种条件都匹配，何况认识了这么多年，知根知底。我冷哼了一声，所以我许清寒就一定要在你和周延川之间选吗？没有你们，我就活不下去了是吗？不是，他想伸手拉我，被我躲开。 却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我回头，背着阳光的周延川面容隐藏在阴影里，眼神晦暗，目光分外森冷。他周身凝着压抑却强势的气场，一拳打在了沈周白的脸上。沈周白只反应了一瞬，就回击了过去。沈周白打许清寒的主意，你他妈信不信我弄死你？周延川猩红着眼，满腔怒火。 沈周白不甘示弱，扎他的心。周延川，你又是什么好人？你敢说当初追许清寒不是为了恶心我？你敢说你对他的感情是纯粹的？我是觊觎着许清寒，但他从没回应过我。你呢？他知道你在外有个好妹妹吗？一瞬间，周延川愣在原地，满脸惊恐看向我。他说：“老婆，你听我解释。”车里。 周延川在解释，他说只是一个喜欢他的小姑娘，看到他就想起了曾经的自己，他们之间并没有什么关系。周延川紧紧握住我的手，我爱了你这么多年，我们就要结婚了，你要相信我。手指收紧，很奇怪，心里的波澜已经慢慢变小了。我淡淡看着他，周延川，要不我们就不结婚了吧？什么？ 他眼底的惊慌不像是演的。还有三天我们就结婚了，宝贝，别说气话好吗？周延川，你是不是觉得很不甘心呀、啊？我微微笑着，你觉得我选择你是因为退而求其次？你不相信我不爱沈周白了？你觉得我的心总有位置留给他是吗？不是，不是这样。我边笑边流泪。周延川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喜欢你的温柔体贴。 喜欢我在你眼里的独一无二，或者说喜欢是没有理由的。那天你站在雨幕中的样子，让我心里一动。我想，或许就是你了。他眼尾红了，嗓音发颤，抖着手来给我擦眼泪。我知道，你别说了。我总感觉你是在跟我说分手，别丢下我，求你。周延川，你爱我吗？他几乎毫不犹豫，爱，我当然爱。没有人比我更爱你了。 可也是你伤害了我呀，我吸了吸鼻子，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好了，毕竟还没到时候。结婚前两天，我和周延川各自回到了自己家，他送我时手紧紧牵着我，生怕我会跑了。青青，我们会结婚的是吧？我不置可否，他又自我安慰，当然会结婚的，我们会结婚。 那晚，我却偷偷回到了那个盛满了我跟他回忆的房子。我把属于我的东西全部带走，甚至连地上的头发丝都抹掉了，只留下他送我的那堆残破的礼物，以及那件被我划烂的婚纱，还有备婚日记和结婚戒指。我真的很想看到婚礼现场，周延川发现我不见时的表情，一定很精彩吧？婚礼前一天，陶蕊再次更新了动态。 最爱的男人明天就要结婚了，新娘不是我。配图是自己的手腕被割，躺在病床上的图。我开车出来，戴着墨镜，守在了医院门口。很快，我看到了周延川出现，陶蕊猛然扑到了他的怀里。周延川立在那里，没有伸手，但也没有推开。离得远，我不知道他们说了什么。陶蕊头抵在他的胸前，不停在哭。很奇怪。 我这次心里什么感受都没有，我突然想起了和周延川恋爱的第二年，情到深处，我问他：“你以后会不会出轨，喜欢上比我更年轻美丽的姑娘？”他蹭了蹭我的脸，说什么呢？谁能有你好看？再说，要是我都能出轨，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好男人了。十二岁认识你，二十五岁在一起，我人生的一半都是你，我还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？ 都是假的，手机里是学姐发来的消息。我这个博导可是大拿，你来了一定会爱死这里。天知道我有多盼着你来，你可终于想通了。我一直以为你申博士闹着玩的呢，天杀的我等不及了。你多久来？我在机场放爆竹迎接你。看着不远处互诉衷肠的两人，我低下头回复：今晚。 周延川婚房里关于我的痕迹都已经清理干净了。备婚日记提前写下，婚礼倒计时两天，我终于明白，人总要先爱自己，不是我不配被爱，是你们不配我爱，我没有任何问题。婚礼倒计时一天，这段时间看起来是给你机会，其实是我给自己的，省得分开的时候我不甘心，所以我冷眼看着你的一举一动，看你如何伤害我，看你心安理得。 直到我看你的时候，再也没有任何爱意，泛不起任何波澜，甚至开始觉得你恶心透顶。我和你就翻篇了。周延川，我翻篇了。然后收拾好行李，关掉了手机，头也不回地上了飞机。我总要允许有些人短暂地出现在我生命中。爱错了，我会勇敢放下，我会大胆往前走，路总有尽头。只是我也很期待，周延川。 明天的婚我也逃了，你是不是也很惊喜？来英国的第三年，我全身心都在学术中，并拿到了助理教授的职位。毕业前夕，学姐来找我喝酒。我前几天不是回国了吗？你猜我看到了谁？谁？就是你那脚踩两只船的前任。学姐义愤填膺：“狗男人，找到了我，还在那儿表演深情呢。”再次听到他，我心里分外平静。 他找你去了，哪是找我呀？反正你大学研究生所有能找的同学都找了。不过你交代过吗？别跟他说你的行踪，而且你还让家里封锁了消息，他能找到个屁。反正人挺疯挺癫的。我拿着酒杯跟他碰了碰，不是很关心他了，当然也不值得你关心啊。我临走时他还让我给你带婚纱来，说一直等你，真搞笑，谁让他等的呀？ 我耸了耸肩，反正都过去了，我不会因为结局配不上过程而不甘心。没有不可治愈的伤痛，没有不能结束的沉沦。这些年我早就释怀了，可还是把这个偷偷塞到了我背包里，真卑鄙。我接过来，是那本我让他手做的相册，里面贴满了我跟他的照片，从不太熟悉到慢慢生了情，记录着我跟他恋爱以来的所有事情。 翻到最后一页，他刚劲有力的字写着：“许清寒，我爱你。”学姐也看到了，很慌张的看了我一眼：“喂，你不会感动吧？”我合起相册，扔到了垃圾桶里。怎么会？要是感动，只会让我觉得自己的努力都是笑话。学姐松了一口气，不过倒是有件事你应该感兴趣。从学姐嘴里，我听到了陶蕊的故事，说是在国内新闻上闹得蛮大。 他好像当三被原配当场抓住暴打，然后他想利用直播洗白自己，结果却被人挖出了更多的黑料，说他是惯犯了。那些他追周延川时发的文全被扒了出来，暗恋日记被反噬，人人喊打，知三当三啊！妈的，看得我乳腺增生，我都不知道现在还有人把插足别人感情说得这么清新脱俗的。结婚前告白，送自己的第一次。 神经吧，这女的！我要是男主的未婚妻，我上去直接暴打一顿。女的贱，男的也不无辜啊。他要是有边界感，他能有这么多戏？于是所有人都在蹲这段感情的结局。有知情人说，新娘在结婚当天逃婚了。男主翻遍了全城，都没找到他失踪的新娘，人疯了。一众网友大骂活该。学姐说：“但愿你一辈子都别遇到这俩晦气玩意儿。” 说什么就来什么。我代表优秀博士演讲完后，在后台看到了周延川，他拉住我的手腕，轻轻：“对不起，能不能听我一句解释？”我抽回了手，看他的眼神里只有冷漠。重要吗？他脸色颓败，哽咽的快要说不出话来。许清寒，你不能这样对我！就算是犯人都还有说证词的机会，你不能就这么直接对我判了死刑。 我很平静的望着这张我曾经爱过的脸，已经注定的结局，并不会因为你的一句对不起，我就会说没关系，也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解释，我就会原谅你。他还是不死心，我就真的一点弥补的机会都没有吗？有意义吗？在你说出那句恶心沈周白才追的我时，我们就没有以后了。我想了想，继续说，或许我当初带着点同样报复的心理陪你演戏。 陪你制造你说的那些幸福的回忆，我也带着一丝对你的期待忍了那么些天，可你还是不甘心，只是想逃婚给我难堪。周延川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我不欠你，我欠你。周延川急迫的解释，眼里的红血丝更明显了。是我欠你的，所以我才来找你。我那天不会逃婚的，我只认定你是我的新娘，这辈子唯一的新娘。以前看小说。 看到女主对男主攒够了失望离开，会非常期待男主的追妻火葬场剧情，觉得男主后悔了、内疚了，察觉到女主对他的重要性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。可是现在这种情节发生在自己的身上，却也没觉得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仇得报。或许是因为他们那些后悔的情绪和自己付出过的真感情相比，是真的不值一提。 我们的感情早就在三年前就已经结束了，你走吧。周延川没走，买下了我对面的公寓住了下来，而且天天跑到我学校来，死皮赖脸跟了我半年，有一种这辈子要跟我耗下去的心态。我有时候气急会骂他：“周延川，过期的深情你就别演了，行吗？”他顿时红了眼眶：“许清寒，求你别这样对我，好吗？” 我不该嘴贱，我不该说那些话伤你的心，我不该想着逃婚让你丢脸。我是真的爱你，只是那可笑的自尊心让我不甘心而已。我知道错了，求你别不要我。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甚至觉得有些好笑。周延川，你这样真的挺没意思的。继续对他视而不见，只是我想过离谱的，没想过更离谱的事。 沈周白不知道从哪儿听到他的消息，也跟了来。有时候我觉得他们俩不愧是一个圈子里的，都是表演型人格。我是上辈子杀人放火，这辈子才会遇到这两个癫公。在圣诞节那天，他们两个人同时约我一起过，我答应了。我想一次性跟他们说清楚。周延川包了一个餐厅，我踏进去的时候，里面已经装置好了满屋的山茶花。 他脸上的开心不是假的，却又在看到后面出现的沈周白时，顿时没了血色。你怎么来了？沈周白冷哼，他叫我来的。我把包放在桌上，抬了抬下巴，你们俩都坐吧。青青，周延川叫我，今天在这里，我就一次性把话都说清楚吧。咱们三个也认识十八年了，如今大家已经三十岁，别玩这种幼稚的把戏了。 我看向沈周白，我是感谢你在我无助的时候做过那束光。或许我喜欢的只是那束光，而不是你。在你没有任何回应，对我不厌其烦时，我放下了这份喜欢。所以沈周白，我不欠你的。我也告诉你，你现在对我的执念，只是因为那个听话胆小的女孩已经长大，成为不需要任何庇护的样子，而又不围着你转，你不甘心而已。我不是你们两个人赌气的玩意儿。 所以，沈周白，离开吧，对你我都好。沈周白静静看着我，转身离开。看着他的背影，仿佛有一瞬间，我穿越时光，看到了十二岁的我躲在卫生间受伤自卑的样子。而这次不是他拯救了我，而是我终于学会了反抗，只不过用了挺久的时间，但也不算晚，不是吗？青青，我知道你喜欢过我，是真的全身心爱过我。 周延川或许已经意识到我要说什么了，面露痛苦之色。对于周延川的感情，或许要更复杂一点。我缓了缓，对于陶蕊，他急迫解释，我从没爱过他，也没碰过他。我点头，是，你只是想把对我那种不甘心的情绪发泄出去，尤其是越临近婚期，你越是觉得郁结难消。我不骗你，跟你在一起那五年，我快乐过，痛苦过。 心酸过，甜蜜过，是恋爱的感受，是我的经历。我也曾经想着会跟你共度余生，但有时候人生就是难以预料，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听到了那些话，我陪你演戏，我用你想要报复我的那些事，狠狠报复了你。别说了，青青，十八年啊，你要我放弃，我怎么放弃？周延川哽咽着，泪水滑落下来。我该怎么做你，你才会原谅我啊？ 求你告诉我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我们三个纠缠的太久了，是得不到幸福的。何况就跟那件婚纱一样，划破了，修补不好，重新定做的不合身，这就是我和你之间的结局。我站起身来，所以你别来找我了。你们的爱，我承受不起，我也不会回头。他痛苦的抓了抓头发，未来那么漫长。 难道就没有一次机会可以给我吗？我看着他笑了笑。周延川，收到我二十三岁托你最喜欢的画家画的画了吗？他愣怔了一瞬，眼角终于滑下了泪。我们彻底没有关系了，是吗？我没有说话，转身离开就是我的回答。错过了就是错过了，我偶尔会惋惜，但不会后悔。关上门时，周延川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但我知道。 一切都结束了，山海自有归期，风雨自在相逢，意难平终将和解，万事终将如意。也祝我在人生海海尽兴开怀，因为总有人间一两风会甜我十万八千梦。正文完。周延川番外结婚前一天，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特别慌，手机里的群聊弹出消息：周爷，明天的婚你还结不结呀、啊？给哥几个一个准信儿。 对呀、啊，我们还跑去看热闹，给你录下许清寒的样子，肯定很精彩。手机开开关关，许清寒一条信息都没有发过来，我有些烦躁，在群里发了一条：结婚前女方都不跟男方联系的吗？哥，咱几个又没结过婚，咋知道？不过一般情况来看，肯定会高兴的睡不着，跟你视频说悄悄话吧，也不一定，万一害羞呢？周哥。 你这样问，明天是想结婚的吧？想吗？这段时间和许清寒一起做的事情不断在我脑海里浮现，心里狠狠跳了一下，有一个很清晰的声音告诉我，我想跟他结婚，我不是玩玩的，我是认真的。毕竟那么多年，我也是付出了真心。我想看他穿着宽松的睡衣，抱着脚在地毯上看电影，也想看他撅着嘴说：“我不会做饭啊。” 周延川，你来帮帮我好不好？更想他小小一只缩在我怀里，一点情话就脸红着骂我臭流氓的样子，鲜活的、可爱的、美好的许清寒，在我们共同的家里，我想跟他天长地久。想到此，我给他拨了一个电话，提示已关机，感觉有点不对劲了。我在群里问了后，他们说可能是太累了，先睡了。 毕竟结婚是个大工程，或许是这样的吧。我在群里发，明天我结婚，一个都不准不来，不逃婚了呀。哥，嗨呀，周哥就是说着玩的，哪能真不结呀、啊？真逃婚，面子不要了。我熄灭了手机，想着许清寒穿婚纱的样子一定很好看，只是很可惜那件定做的婚纱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不管她穿什么都是最美的新娘。 我想周延川从此后就收起那些小心思和不甘心，和他好好过日子吧。婚礼现场很诡异，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觉。所有流程都按照既定的在走，主持人在台上，我却心不在焉。我没有看到许清寒，心跳的很快，有一种什么大事要发生的感觉。主持人说我们看看新郎有什么话说时，我猛然惊醒，没有这个环节。 可是现场的立体环绕音响已经开始放出了声音，我差点站不稳，止不住的发抖。是那天在轮船上我说的话，我就是故意恶心沈周白才追的许清寒，追到手了反而觉得没意思了，但我又不甘心，所以逃个婚让他丢脸，不好玩吗？现场一片哗然，紧接着大屏幕上开始闪过视频，那个女孩亲我，虽然我当时躲掉了。 但刚好抓拍到了，他发在社交媒体上发的酒店房号有我进去的身影。他说他要自杀，我只是让他不要做傻事，怕他不死心，安慰了他一下。同是天涯沦落人，我懂默默喜欢一个人的心酸。还有在医院门口，他抱着我哭的照片，那是他决定放弃我的时候，我没忍心推开他。我们明明什么都没有发生。 可不知为何，我的心好像在这一刻碎成了一半又一半。许清寒知道的，原来他都知道。他知道我不想结婚了，还是不死心的陪我演戏。我突然想起那些在一起的回忆，他给了我很多次机会的，然后终于攒够了失望离开。周延川，是你辜负了他，你真该死啊！我跟沈周白打了一架，你特么真不是人。 他一拳揍在我脸上，我也有情绪想要宣泄出去，凶狠的回了一拳。你特么又是什么好东西？沈周白冷笑：“是啊，我不是什么好东西，我还觊觎着她，是我错过了一个好女孩的十年，我后悔了。怎么着，周延川？你知道我当初有多羡慕你吗？我没得到过她，我伤害了她，我以为你是不一样的，可你他妈居然是这样的混蛋。” 他跟你在一起三年啊，不是三天，你就这么对他？我颓废的坐在地上，我不敢想象他听到我说那些话时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他大概是心死了，所以无声无息逃婚了，一句话都没有给我留下，却在我浑浑噩噩离开婚礼现场时，收到了一幅来自三年前定制的礼物，我最喜欢的画家画的，画面上万籁俱寂。 纤瘦的女孩蹲在地上，眼睛蓄满了泪水，抬头望向举伞的男孩。那是二十三岁的我们，是二十五岁的许清寒在我们确认关系那天托人画的。经过了三年的时光，终于到达我的手上。卡片上写着：“这是二十五岁的许清寒送给未来周延川的礼物。”或许在那一刻，我听到了心动的声音。我捧着画，泣不成声。 二十三岁的周延川会不会想要杀死二十八岁的他？我沦为了全京城的笑话，说我的新娘在万众瞩目的婚礼上逃婚了，留下了两个男人为她打架，还都不是什么好鸟。他们说我这样的混蛋就不该去招惹人家。我什么都不听，我迫切的想再见到他。我翻遍了整座京城都没找到他的身影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失踪的时候，他找我时。 怀着怎么样绝望的心情了？他像是故意抹去了自己的消息，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。我去找人查，也只是得到回复。周爷，您也就别为难我了。是啊，他在听到我说那些话时，就已经开始准备撤离，又怎么可能会让我找到？是我的错。真正的离开不是大吵大闹，而是悄无声息。许清寒是真的放弃我了。 意识到这点的时候，心里的酸涩已经快要将我腐蚀。我回到了婚房，里面他存在过的所有痕迹都没有了。他是故意的，故意不给我留一点点的念想，以一种决绝又狠心的姿态从我的生活中断崖式剥离。他真的太狠了。我把每个房间都翻了一遍，终于在书房里找到了他留下的东西。那是我送他的礼物，全部破碎。 他用这种方式想要跟我划清界限，告诉我他恶心我送的东西，还有那件我们去意大利定做的婚纱，有一条长长的划痕，从腰身蔓延到裙摆。我记得半年前我们去定做时，他高兴的手舞足蹈，说终于等到这个设计师，说要在结婚那天成为我最美的新娘。那时他的眼里有星光，可是我为了所谓的面子。 为了所谓的不甘心和报复，伤害了我爱的人，伤害了他的真心。很多时候，我又何尝不明白许清寒对我的感情是真挚的、热烈的，是想跟我有结果的。我们曾在无数的深夜抵死缠绵，说着最动听的情话，说着要永远在一起呀、啊。可是我弄丢了他，我那可笑的自尊心，仅仅因为他喜欢过别人，就极度的发狂。 忘记了我们彼此曾经拥有过最美好的回忆，那些备婚日记里都是他爱过我的证明，如今却像是一把把尖刀刺在我的心上。我翻看的时候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我紧紧把这件婚纱抱在怀里，空荡的房子里只有我的眼泪无声落下。我想用余生弥补，可是那人再也不会见我了。我开始酗酒不回家，用这种方式麻痹自己。 我告诉大家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我有老婆，她很漂亮，我喜欢了她十多年，才终于抱得美人归。我常常对着手机里跟她的聊天记录又哭又笑。他们都说我疯了，我没疯，我只是太想她了。陶蕊又来找我了，我没见她，她不死心，终于逮到机会跑来酒吧堵我。阿言哥哥，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在干什么？ 我在喝酒啊。许清寒走了后，我做什么都没有了兴致。我不敢回那个家，全是跟他的回忆，却没有他的气息。无处发泄的情绪，只有靠喝酒放纵才能得到疏解。陶蕊，滚，好吗？他走上来抱住我，他都那么老了，耽误了你那么久的时间，你为什么不看看我啊？我年轻，关键是我爱你呀、啊，我孤注一掷的爱了你十年。 我的眼里、心里只有你，我比他干净多了，干净。我狠狠推开他，眼里却觉得有些酸涩。我没睡过好觉，只要一闭眼，都是许清寒的影子。我以为报复过他了，我会得到快感，可是没有。我只觉得心痛得无法呼吸。从十二岁认识到二十八岁，十六年了，我竟然弄丢了他，我好后悔呀、啊！我真的好后悔。 毫无预兆的，我捂住脸崩溃大哭。陶蕊想过来，我抬起头来冷冷看着他：“如果你不想从京城消失的话，就滚。还有，周家给你的资助到此为止了。”那晚我又回到了跟许清寒的婚房，我躺在书房的地板上，抱着婚纱缩成一团。三年后，我才得到消息说他博士毕业了，我二话不说就飞了过去，我想见他。 我想对他说声对不起，可他对我只有冷淡疏离，他好像真的不爱我了。我不信，明明我们爱过那么多年，怎么可以说不爱就不爱了？于是我住了下来，想跟当年一样挽回他。好女怕狼缠，只要我姿态放低，他那么心软，会看到我的吧？可是他真的一点都不想看到我。后来沈周白也来了，我对他已经释怀了。 时过境迁，回头看才发现，以前自己的嫉妒来得多可笑。只是许清寒约了我们，把话说开了。十八年的感情，他说不要就不要了。我终于明白，我和沈周白都输了。明明先动心的那人是我，明明得到他的人是我，可我输得彻底。后来一年又一年，我每年都会飞很多次英国，只想远远见他一面。三十五岁那年。 我看见他抱着一个小粉团子坐在露天椅子上，阳光透过云层亲吻他的侧脸，小女孩的眉眼像极了她。远处有个英俊高大的华裔男人买了冰淇淋递给她，她笑起来还是那么美，只是不属于我，不再属于我。我转头时看到了同样在身后的沈周白，他也只是默默看着他们。良久，他们一家三口消失在街头。 沈周白才开口，许清寒不该认识我们俩。他侧眸，周延川，你当初嫉妒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嫉妒你？可是后来，我们都没有握紧他的手。我轻轻的叹了一口气，沈周白，我们都是混蛋，混蛋才不配得到爱。余生，我只希望他能平安喜乐，幸福安康。再没有我们的未来。全文完。